算那个销售部的那个啊加总奖金的部分的话，啊，你会发现哦，这边有一个范围，这边有两个，所以哦，这个是条件，那这个是要加总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要加总的是销售部的这个资料的话，那我第一个了哈，我先插入函数，可以找到一个叫三角一样那个刚刚提过的那个三上开头的三米幅哈。OK， 那只有一个条件了，所以我们三米幅按确定，它会有三个格子出现。那特别注意哦，它这个格子哈，第一个 range 的那个说明里面是要所要加总的范围，我觉得它叙述有点怪怪的，其实应该是要判断条件的范围才对啦。它这说明有点，那这个地方那怎么去看它的说明哈？其实应该是上面两个一组，下面是结果，也就是上面 range 指的是你要判断条件，那第一个你要给一个 range 是指的什么？你要判断的条件在哪里？条件的范围啦，条件的范围在哪里？在 B3 到 B7 找什么东西呢？ criteria 条件找销售部，那你前后双引号先不用打没关系，因为它会自己帮你加，有没有？移开的话自动加一个双引号，那要加总的话呢，就是奖金，把奖金加在一起按个确定。OK，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会自动去判断，如果这个是销售部才会把奖金加起来，如果是开发部呢那就不加。那第二个，如果说我今天呢要把它加那个所谓的开发部的话，那底下都一样，好，直接怎么样，在这边把这边销售部呢改为开发部就可以了，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就把这个刚刚的公式贴上，贴上之后的话呢再把它改成开发，好，开发部 OK， 好，就把它加起来了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有关什么呢，诶，你要加总会有一个条件的话可以用三米幅部分来做，好 OK， 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做的是销售金额，另外一个你可以怎么样，如果是大于5万的帮我加这边的话，那另外有一个是 criteria， 你可以用那个比较的方式，我们一样用那个最近使用过的三米幅里面的话呢， range 指的是销售额，如果大于5万，大于 OK 5万，哦，啊，特别是啊，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输入什么呢，哎 criteria 后面记得哦，后面你可以加一个大于小于等于的运算值，再加上你的数字哦，啊，不过移开一样哦，它会自己帮你在前后加双引号，表示一定是一个自创销售人员的话把它加起来 OK， 按个确定，哎，答案就26个，哦，那这个是有关三米幅里面会多一个条件部分。那请各位，哦，三米幅部分呢有一个综合练习题，我们切到综合练习2这边的话呢有一个题目，哦，那请各位稍微看一下，不过这一题这边的题目在这里，答案在哪里呢，啊，不，那个需要用的档案呢，请各位另外开启，因为它的档案稍微比较大了，所以我把它额外在那个练习档里面呢有一个叫综合练习的，叫做教师研习，这个统计表，这个请你把它打开来，这个要额外开，那这一题的话特别注意哦，序着一指的是什么，指的是这个学校的所有老师，有20位老师。序着二呢指的是他有参加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有参加的有14个，有6位没有参加。诶，那如果我希望怎么样，帮我把有参加的时数把它找出来之后，并且帮我加在后面。哦，诶，比如王庆禄的老师有没有参加，以前的做法呢你要切到这边看一下。王庆禄，哎，没有参加，所以他零个小时，是不是？好，哦，啊，如果换下一个李世元，哦，然后切过来，啊，当然，如果你这样切的话，哇，如果一堆人的话，你岂不是呢要做很久？那特别说，这第一个哈，前面是总表，后面这个是他有参加，而且时数多少？好，哦，那当然这边的话呢，除了说有个入门教学之外，哈，请各位再增加第二班，因为呢后来他们又开进阶班了，因为入门上完之后啦可能意犹未尽，想说再接再厉，因为像我们现在是入门班，各位
几现在知道 VBA 里面最简单的。好 ，OK。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再往上迈进的话，那假设了哈，那这个，请你把 Shift 2拖拉按 Ctrl 键，多把 Shift 2改成 Shift 3，它名称哈，那这个地方就是把入门班改成叫进阶，入门改成叫进阶。那这个班呢哈，有两个老师没参加，哪两个老师呢？第一个老师跟最后一个老师。所以按 Ctrl 键，好，把第一个跟最后一个3除掉，那编号重新编一下，好，一本来是1到14嘛，现在就只要输入1就可以了哈，一向下填满 ，Ctrl 键按住，然后延时时数的话呢，全部改成2个小时，所以你就输入 2， 然后向下填满 ，OK 哈，这样子。那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，哎，帮我把后面2跟3这两个工作表的时数呢，帮我加到前面来的话，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？好，啊，当然也是利用刚刚那个三米幅的函数哦，哎，所以你特别重要，插入函数对不对哈？一样用什么？最近使用过的三米幅，那会有三个参数要给它 range。我刚刚讲过 range 哈，跟 criteria 是一组的。指的是你要找的，哎，那个范围哦，有没有那个老师？所以要找的，基本上是入门教学，哪个老师？王庆禄。如果有，帮我把那个里面的时数加回来，我将来要看到时数哦。哦，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啦，因为它跨工作表，好，所以不过跨工作表没差啦，反正顶多是加一个工作表名称惊叹号而已。其他都一样哦，所以做法上哦 ，range， 哎，要去哪边找？要去入门班找，所以你就点一下入门班，然后哪一个范围呢？哎，从姓名下方这边往下选取，选到下面这边，哦，那 criteria 点中间，找一下有没有王庆禄，有的话呢，帮我找什么？帮我把一样是序字二里面的什么研习时数这个范围，帮我怎么样？帮我加回来，哦，然后这边再移到中间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这个时候的话，他会帮你把这个王庆禄老师的时数加总零个小时，那会有个问题，等一下向下填满，所以怎么样，把那个 B3 到 B16 按 F4， 然后 C3 到 C16 一样按 F4 两下，因为要向下填满，哦，把列给锁起来，按个确定，向下填满。哎，入门班的时数全部就加起来了。哎，不过还有个问题，进阶班怎么办？那其实就是什么？最简单的方法哦，把这个公式怎么样？复制啊。然后呢，它只是两个工作表的相加嘛，哈，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啊，应该是直接把这个公式复制，再到后面呢把它加上贴上去，但是贴上去呢，你可能需要改几个地方哦。第一个是工作表名称，第二个是范围。那因为有两个老师没参加，所以哈，第一个哦。工作表只要看到序字2的部分的话，就把它改成序字3。这边改成序字，改成看吧，这边真不能改，应该是改啊，不是看到2就改哈，看到2序字2改序字3。然后呢 ，B3 到 B 少了两个老师，所以呢16改成14，这边改成14。那，啊，其实你如果不改14好像也不会错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反正就空白找不到而已啦齁。好，打勾完成，向下填满，全部加好了。好，这也就是说齁，不同的哦，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把它加起来的话，其实用这一招就可以了。好，跨工作表的比对，那你的条件去着一基本上就是总表。总表里面一定会有哪一个名字，或者哪一档股票也是啦，
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哪一个什么样的名称也可以。那后面一个是你要去那边找，找到之后呢，帮我把那个它后面的数字哦，数字加在一起的话，那你可以用三名来做哦。那这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哈、哦、稍微试一下。那 VBA 看一次 ，OK， 那后面当然 VBA 哈、哦，其实 VBA 没有这么好的 SUMIF 函数，所以哈、哦，如果你要把 VBA 加进来的话，也许可以结合跟刚刚讲的一键完成，把公式干脆直接输出算了哈、哦，试一下。